大家就是平时没有时间游泳，就教大家一个在家里也可以游泳预防胸部疾病的办法。在家里 在浴缸里游吗？需要一个瑜伽垫，就是模拟蛙泳的动作，可以让我们的胸部打开。就实际上胸部是不沾地的是吧？对对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这个好练腰啊。我觉得在水里的话，你游的时候其实水流冲过来的话，它是可以按摩到胸部，做到胸部防护保养的作用。你们会游泳吗？我不会。你试一试看蛙泳的动作。这个淹不死人。你们要不要穿上救生衣？要打我。对，不要让两位擦枪走火。对，就是尽量打开胸部往外滑。哇，他们俩连脚都不沾地，要不然蹬个蛙泳腿。这个好厉害，因为不光是他俩，我们要让网友要明白这个动作必须要做的标准。对，就是要停。